收到粉丝提问，如果四排队友能共享背包，游戏会怎样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你的看法是什么呢？正好会发生三个变化，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三二一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，降低玩家积极性。如果队友之间能共享背包的话，那在排路人的时候，很容易发生自己好不容易收了很多物资之后，结果钢枪直接就被很坑的队友用掉了，这样的体验会很差，让玩家的积极性降低。二，容易吵架。如果队友能共享背包，那在路人局很容易就会吵架。比如就拿能量物品来说，只要背包里还有一瓶饮料，都会被队友拿来直接喝掉，这样的行为瞬间就会吵架，并且排到坑后队友体验会更差。三，对路人不公平。如果队友能共享背包，那对于有固定队伍的玩家来说，无疑会是极大的加强，毕竟他们之间都很熟悉，各种情况都能语音交流，让物资分配更快更和谐，这样战斗力会提升一个档次，对路人玩家非常不公平。小伙伴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